圈圈，你稍微快点啊！妈咪今天早上要开会啊。好。你帮妈咪把电脑装包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圈圈啊。哎呦喂，好重！你要着急的话，我送圈圈去幼儿园吧。你说的跟你早上不用开会一样。收拾好了，谢谢圈圈啊。会我是要开的，但是我要是迟到呢，应该没有会说什么。是我迟到，有人说。走，出发，快，来，上学喽，把头盔戴好啊。嗯。你就准备用这个送我儿子去幼儿园啊？那不然呢？走着去啊？不行，这个东西太不安全了。这哪里不安全了？你又不是没坐过我的车。就因为坐过，所以才不安全。儿子，走，爸爸送你去幼儿园。你来之前我都这么送他去幼儿园的。现在我来了，你过分了，心情。你才过分呢！你们俩再这样，我就要迟到了。听见没？他要迟到了。不行，这关乎到孩子的安全问题，我不会退步的。你这个敞篷车跟我的小摩托有什么区别啊？不都一样的？区别大了，好吧。你连儿童座椅都准备好了，准备的真周全。我可是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哼，你别跟我说你连他上小学的书包都准备好了。书包算什么？我要不是不能预测他长多高，我给他一年四季衣服都准备好。圈圈，又备有早饭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怎么样，喜不喜欢？嗯，喜欢。爸爸以后天天找人给你做好不好？好。慢点吃啊，圈圈，别吹着风了。好吃。MIST 第一期测试数据我非常满意，今天呢就是想重点听一下第二期测试的筹备和进度安排。没问题，下面就由我来向辛总汇报一下我们第二期测试的安排情况。把电脑装包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全家啊。明慧姐啊，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？我帮你看。没事，没问题。我直接说吧，我们 MIST 的第一期的测试数据显示我们的设备运行状况良好，其中设备出现了一点小问题，都是系统兼容性造成的，我们已经迅速的修复和调整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第二期测试的安排是这样子。声音啊！快点，趁现在没人，赶紧把电脑换过来吧。你知道我电脑里有多少蓝鸟的商业秘密吗？如果说有那么多的商业秘密，能不能不要随随便便的放在我家里？你拿了我的电脑，你还这么理直气壮？你不也拿了我的电脑吗？你也没发现啊？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啊！除非你是故意的，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住在一起。
我能不能拜托你不要这么自恋啊？你那所有女的都想跟你扯上关系，全世界女人都喜欢你啊？别人不知道，你不一定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老板、啊、这个表格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？这张表格正常进行就行，哦、好吧？辛苦了，明总监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辛苦了，辛总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辛苦了，明总监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慢走啊。不是你们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啊？这是地毯啊，棉被全换了，这怎么换？要不还是搬回来住吧，再这样下去我怕你英年早逝了。你盼我点好，我跟全全好着呢，就是床小了点，热水器也没热水，那咖啡机。咖啡，公司有啊，马上啊，马上。咖啡机，床，哎，新奇，你太过分了啊！喂，钢铁侠，你怎么可以未经我允许擅自把全球的房间弄成这个样子？新奇说，钢铁侠有自己的秘密基地，这就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哦，现在他说什么你都听啊？哎，我之前跟你说的时候，你怎么总不听呢？这是全全的房间，只要征得他同意就行了，是不是全全？床单。你过来。这个咖啡机又是怎么回事？本来想换个功能更大更全的，实在你家太小了，只能勉强先用这个。你放心，随便用，不收你钱。那还真是委屈您了。为了我儿子，我不委屈。热水器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见了，最新的智能款，恒温零冷水，我跳好久呢。我问你这个了吗？我问你为什么把我的给换了？上次那个坏了，你忘了？那个不是坏了，那是因为它一次只能烧那么多。还有，你在我家里贴这么多防撞条干什么呀？你也太不了解全全了，全全早都过了会撞到这些边边角角的年纪了，你把我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我只是想让大家住得舒服点，怎么了？你要搞清楚，你只是在我家里暂住，你只有居住权，你没有对这些家具的支配权。合租协议里没有说我不许换家具这一条吧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不许换家具。你们俩是在吵架吗？没有啊。好可怕。全全不怕啊，爸爸妈咪没吵架，在聊天呢。对对对，聊天。你们骗我，聊天才不会那么大声呢。全全，我们是在大声的聊天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可是幼儿园小朋友的爸爸妈咪聊天的时候都会手牵着手。爸爸妈咪牵着呢，你看。对，牵着呢。幼儿园小朋友的爸爸还会抱着妈咪。哎，不是，全全也不是所有人聊天抱着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全全。你们要乖乖的，不许再吵架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知道了。